上好。今天是这个倍率刚进入运行的第三天。今天这个鱼缸，我对它的处理方法就是我刚才加了一点纯正水，纯正的淡水进这个海缸补了些水，把那个水位先把我第一天，我就是在鱼缸里面，各位鱼友都要在鱼缸里面画一条水位线，反正就是水蒸发了，你就补淡水，补回那条水位线就可以。我补了些淡水进去，纯正的淡水。然后我刚才就是刷了一遍缸壁，就是鱼缸的，刷了一遍鱼缸的玻璃。其实鱼缸的玻璃不是很脏的，只是我是有个习惯，就是每一天有空的时候，我每一天都会看鱼缸之前，我都会刷一遍玻璃，有时候不止一次，一天不止一次刷。然后今天的这个鱼缸的情况就是这条小丑的状态也是明显好了，明显比昨天要好了很多。然后今天就是我铺了沙子上面跟石头上面，两块石头上面都已经开始长了一些褐色的藻，就是叫褐藻嘛，长了一些褐色的藻，这个是正常情况来的。我今天还没有把珊瑚放进去，因为今天是星期天的晚上，我星期一，我明天白天也是不在家里面，然后我星期二就要出差去广州，去三天，可能要等我出差回来的时候，我再去东莞，就是我们当地的一个鱼友，他有在自己房家里放置一些SPS 跟 LPS， 我到时候我看能不能请他让我拍一下那个他的鱼缸的情况，给各位鱼友分享一下。我也会从他那里就是拿一点 SPS 或者 LPS 回来放在这个鱼缸里面。我尽量就是找一些我们当地的鱼友拍，多拍一些不同类型的缸，分享给各位鱼友，好让大家看到每一个缸可能有不同的生物过滤，物理过滤，有不同的养海水的方法的。也是那句话，海水的出现的问题是多种多样，同时解决的方案也是多种多样。我分享一下我的经验啊，如果比如我不是出差的，我不准备就是星期二计划要出差的话，我想，现在鱼已经是基本上问题不大，只要它那个 pH 值波动的不是很厉害，就是我指的是开灯跟关灯的时间，就开灯的时候跟关灯的时间，那 pH 波动，我指的是 pH 的波动高或者低，不会波动的太大的话，鱼是基本上是问题不大。如果我想放珊瑚要怎么办？现在不是长了很多介藻吗？怎么办呢？换水，换纯正水。我这个缸用的是我之前的视频已经做了，我这个缸是用医保的纯正水，一桶一桶的4.5升的纯正水。我这个缸也是准备就是每次换水也是换4.5升。这个缸的总水量，空缸的总水不是空缸，我当时是放了活石跟放了石头跟那个沙子的，还有设备水泵那些。这个鱼缸大概有12升水。每次放4.5升，已经超过是30%了，30%的水，我也准备这样换。如果想尽快放生物的话，怎样呢？你隔两天，或者是一个星期左右，就换一次水。多少？最好就我的习惯是换4%，30%，你可以换10%的。只是我习惯了，因为我是不用那个盐度计的。
我自己有那个光学引度计，但是我不喜欢用光学引度计，我是用那个电子秤，称几克水，只一升水，我是一升水兑35克的盐，然后如果4.5升乘起来就大概是157，需要157克的盐，我是大概用160的盐，就是多了3克的盐，然后兑4.5升的水，然后发盐，就是弄成海水发盐。用淡水，用纯净水放成海水，然后一般是隔一天就换，就开始就放好盐，隔一天就换水，隔天换水。一般你想快的话，你隔两天换就可以。我一般呢是隔一个星期，就是每一个星期就换4.5升的水，因为我要出差呀，没办法，就是先缓一下，就让它自己运行，自己运行。今天是第三天的时间，运行这个鱼缸运行的第三天时间，我等一下会拍一些具体的视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鱼的状态，还有这个缸那个客藻长得怎样，等一下就是在这个位置在视频里面就可以看得到。还有我说一下我这个这段时间我都主要是拍这个鱼缸，拍这个新开的贝绿的缸。我底绿的缸呢，就是这段时间我也没什么操作，只是这个缸开的第一天我换了13.5升的水，纯净水进那个缸里面，进那个鱼缸里面，就是那个底绿缸。那个缸到时候我就快会拍一些视频。这个缸呢，我也会尽量每一天都做个记录。记录下这个鱼缸的情况给各位鱼友参考。这个鱼缸的就是这个贝绿缸的是一个系列的视频来的，各位鱼友可以看得到，从开缸到我放珊瑚放鱼放珊瑚放 SBS LBS 的情况，造景 完成就是整个鱼缸成熟起来的情况是怎样，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这个频道。那就先这样，各位鱼友再见。